大概总统大选，除非又有很大的转折了，大概也差不多结束了。那反正香港问题短期不会解决，我看，因为已经从六月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吧，短期不会解决，所以大概总统大选，除非又有很大的转折了，大概也差不多结束了。